大士爷打破马来西亚纪录。欢迎你们来到现场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即将来颁发这个马来西亚最大尊的大士爷的这个奖状，给予莫公狗母公。我们有请副主席，那就是陈廷环师傅呢上台来接领，有请陈师傅，掌声欢迎。好，来，我们请一起来见证吧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有请马来西亚基督大学的代表 Mr. Simon。对 ，Mr. Simon， 我们也邀请你到台上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请马来西亚基督大学的代表来颁发这个荣誉证书，给予我们的这个莫公狗母公的副主席，那就是陈廷环师傅来敬礼，有请仪式开始。所以呢，现场的朋友们，让我们来个全场最欢乐的掌声，来献给莫公狗母公。那么从开始到现在呢，我们曾经创下了7000的记录。And I will say this one would be one of the largest so far. OK，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目前为止呢创下的记录，就是马来西亚最大尊的大士爷。So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to certify that Pertubuhan Pengantuk Toh Boon Siong Magung is listed in the Malaysia Book of Records for having the largest Kausulia FAC of a total of 42 feet 6 inches height and 26 feet.Okay.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荣耀呢，在这里就正式的给大家宣布，在这个马来西亚基督大学里面25年里面呢，他们创下了就是马来西亚最大尊的大士爷，总共有42.6尺高以及26尺的宽度，总共有4吨的重量。Okay. That's all. That's all. That's all to share with us. Thank you so much, Mr. LB.
马来西亚的朋友，祝恁大家兴啊旺啊！哇，这种感觉才对，过一摆，祝恁大家兴啊旺啊！就是这种感觉，等一下呢，我有。